我知道看哪一个。刚刚给你们的那些，在这个 Empire 这边，全部。我给你这么多。那没事。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部分。那今天要跟各位继续接触那个我们的讲义的倒数，应该是说最后的那个第三个类型哦，我们要跟各位介绍控制的一些基本原理。那这个东西有一点点麻烦，就是说对于电力电子的研究来讲，其实控制比滤波器重要。因为滤波器原则上就是像刚刚之前跟各位提到的，你可以把不要的讯号拿走哦。可是我们量测的时候呢，一般来说，你本来就会在类比电路加一些滤波的效果，所以换句话来说，其实你如果不会，就是没有办法去写滤波器的程式，原则上还好。可是现在的电力电子的研究哦，基本上如果你没有做控制，原则上是没有办法做的，因为控制这个东西一定要加在你的系统里。我们做一个电源，最重要的就是输出要稳定。那如果你的输出稳不下来，基本上根本连卖都不用讲说要卖，那也不用去考虑什么哦。所以控制很重要。好，那控制跟滤波一样，其实分为数位跟类比。那我们这门课是讲 Mainable。所以我们当然只讲最基本的类比，因为数位也是从类比来。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想要了解控制系统，一定一开始是那个类比控制，然后接下来呢，你才可以把它数位化。那数位化不是我们这个课的主题啊，就是如果各位有兴趣，可以去修一些研究所的课。好，那即使是类比控制。因为你们在3年级也都可以修到控制系统，你们会知道控制系统其实是一整门课。那换句话，如果你有修过，原则上我们等一下要讲的一些基本概念，你应该都知道。那可是如果你没有修过呢？这东西不可能在一个 lecture 可能30-40页就讲完哦。所以各位可以把这个东西当成是一个简介，就把它当成像就是说。我们知道控制系统理论上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学问，还有一些推导需要去做的。可是这些东西毕竟都已经是做了40-50年的研究，所以很多的功能已经被整合在 Mainable 里面了。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就是整合到 Mainable 里面呢，你只要会用它，就是我之前在强调的，你只要会使用它就好。不一定要会去推导它，所以在这边我们会，当然基本原理还是会讲，可是我会比较强调，就是说明一些基本的部分，而不是它内部的那些东西到底是怎么推导而得的。那换句话来说，如果你对那些的原理确实有兴趣，你可能要再去念一下控制系统，或者去修一下。那我只能这样子强调，就是说，比起刚刚的那个数位讯号处理跟滤波，通讯组会比较 prefer，或者是说比较偏重于之前那一个 lecture 的研究。可是如果你是控制组、系统组，或者是电力电子组，甚至是电力与能源组，那这个部分是你比较需要花时间去处理的。好，那接下来都是一些基本概念哈。我们的讲义有很多的内容是取材于那个新加坡大学 NUS 的一门课，那就是我不想重画，它其实概念是一样的，只是我觉得它画得比较好而已。好，我们先来定义控制系统。我们知道一个低通滤波器，比如说你上次设计的那个 LC 低通，
它的那个转移函数大概会像这样 ，ax 平方加 ax 加 b， 这是它的转移函数，所以底下是二阶。但是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如果你是一个控制系统，它也大概会长这样。如果你是 PID 的话，可能是 CS 加 D， 类似这样。这个东西也可能是 PID 控制系统。好，那现在问题来了，如果我拿到一个转移函数，我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吗？就是我如果拿到一个底下是二阶的转移函数，请问它到底是滤波器还是控制系统的转移函数呢？这题的答案不是那么明显哈、应该是说，如果你只拿到一个转移函数，那底下是二阶，上面是一阶，你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除非你知道它被系统用在哪里。如果它用到的这一个地方有回收回来，产生了一个误差，然后送进我的这个转移函数，那我几乎可以猜测它就是一个控制器。那如果是滤波器的时候呢，它是讯号进来出去而已，不会再有回收回来，因为通常滤波器不会管我的输出率好不好，决定要不要再做处理，所以滤波器是一个一道通过去的一个系统，但是控制器呢必须要有回收，这是滤波器跟控制器最明显的差别，从转移函数是看不出来的、就是你只能由它在整个方块图里面的位置决定它是谁。那它可以是控，就是说它们的两个的那个转移函数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只是因为你有回收，它就变成控制器。那如果你不是回收，它就是可能就是滤波器。如果是底下的那个阶数比较多的话，好。所以我们说控制系统的第一个重点呢，就是它需要有一个 feedback。那控制系统的第二个重点就是，如果我有一个回收，请问我看它要做什么？就是我知道这个东西，譬如说我看一个电源的输出电压，我的电压要5伏特，所以我看到如果它不够，我就要增加；如果我太多，就要减少了。那这东西就跟我常常举例的那个车子的控制一样，假设有某人下了一个命令给你，就是说我们现在从台北开到高雄，可是呢，我希望我们把时速维持在100，如果没有塞车的话，当然如果有塞车，你总不能往前去那个，所以我们假设是高速公路很空的情形。那高速公路很空，当然你可以把那个油门尽量的踩下去，让它开到150、160，只是这样有点危险嘛，所以也许我们会下一个命令说，我要把时速维持在100。这句话呢，隐含的就是我的控制系统里一定有一个 reference， 也就是我的命令，这是我想要达到的结果。那借由观察输出 and 你下一个控制命令，你就可以产生这两个人之间的差异，我们叫做 error。那只要你能够根据这个 error 去做动作，那一个东西就叫控制器。所以你的控制器其实就是把那个误差当成输入，然后呢产生一个控制量。那一个控制量会让我的系统做到他想就是我要他做的事情。所以呢你的这个控制量的给，或者是说关系式，你一定要知道。就好像假设你想要达到我们刚刚讲的开车只维持时速100的那个目的，那你知道命令就是100时速嘛，那我的输出就是我看那个时速表，我的眼睛看那个时速表，所以我可能看到现在是90，我也可能看到现在是110的。好，那这两个东西的相差，假设我现在看到90就是代表不够啊，所以我的误差就是10公里/小时。那现在的问题就是，我知道了误差之后呢，我会有一个控制器，控制器就是我自己，可是我需要做什么样子的控制行为来让车子做到我要做的事情。那以车子来讲，如果时速不够，当然我就是要踩油门，如果时速太多，我就是要踩刹车，
这个东西就是你的控制量，控制量是需要选择的，而且你必须要知道它会怎么样。所以如果换过头来讲，因为车子大家都熟，所以我们来做励志。那如果实际上你在控制一个所谓的譬如说电力电子的电路来讲呢，我一样看它的电压嘛，我一样有一个命令叫做5伏特，那我希望输出是5伏特，所以呢不够跟这那个太多，我需要去调整一个控制量。那请问那个控制量又是什么？对电力电子来讲，我们之前说过，它的模型里能够控制输出的就是 D， 所以你就要调整你的责任周期。啊，但是你还要知道一件事情 ，D 调大会怎么样 ？D 调小会怎么样？以半个来讲 ，D 调大它的输出会变多 ，D 调小会反就是会变小。所以呢，我就知道不够的时候要把 D 调大，那个太多的时候要把 D 调小。可是这不是一定的，也许某一个另外一个转换器 D 调大，其实输出是变小。我要看你的那个 D 啊，或者是什么那些控制量的关系式是什么。所以，如果我的 D 调大反而我的控制量会变小的话，那么譬如说它的放大倍率如果是一减 D， 那 D 越大当然越小。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把你的控制的这个方向调清楚哦，这个东西是控制器的另外一个重点。好，那简单来讲就是有必回路的就是控制器，那你的控制器必须要去追随一个参考命令，那它做到的事情是根据误差来产生一个控制量，所以你要知道你的控制量该怎么产生。那最后还有一个重点，如果你要设计控制系统，那你一定有一个控制的标的啊。滤波器是没有标的的，滤波器就是你要低通，那你只要告诉我那个100Hz以下的要过100Hz以上不过，这样就好了。可是所谓的控制系统一定有一个控制标的，像我讲的时速要维持在100，那就是在控制那台车子。如果你要把输出电压控制在5伏，那就是要控制那个 buck converter， 所以呢你还要有一个 system。 好，那基于这样子基本的精神，我们就知道控制系统里有两个重要的 issue。 一个是你的系统一定是一个 实际的系统，没有人会去控制一个非实际的系统。可是实际的系统请问你怎么样子拿来设计控制器呢？你一定要知道它的模型啊，这个 modeling 在控制系统里面是很重要的，但是在我们这门课可能不会教，就是我会直接把结果告诉你。因为好，譬如说你想要控制电力电子这个模型，我们之前有稍微初步的带过，可是它的推导有点复杂，所以我不希望各位自己再去做，除非你之后要走电力电子，否则我们就是给你一个结果，你就是看到那个结果就好。那在这种前提之下，其实我给你了一个二阶的结果，到底它是代表 Dock 还是代表一台感应机？老实说一样，没有那个没有规定哦，因为只要它的参数对就是代表哪个。好，那如果换道理我们不讨论，下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怎么样设计控制器，这个倒是各位可以学一下的。因为至少你要做一个电源，你就是要让它的输出电压稳定。不管你的控制再怎么简单，你都应该要做出一个控制器。那但是做出控制器的时候，就跟那个做滤波器一样，滤波器我们拿了一个工具嘛，叫做 AFD， 然后请你输入什么选 type butterworth， 输入是100Hz 截止，所以它就会帮你它就会帮你设计出那些参数啊。控制器呢，控制器 MATLAB 也有，但是有一点复杂，所以我们在这门课里会有一大堆的那个范例哦。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如果你对控制有兴趣，我会强烈建议你回去看的，所以我还给了五个参考的那个文件。那五个参考文件都是 MATLAB 的文件，意思也就是说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MATLAB 针对什么样子的需求做了什么事。我在这门课的工作，或者是说我的重点，就是我告诉你他提供了哪一些东西。好像说我们现在要训练一个厨师，那
厨师其实你有非常非常多种，你可能是西点，就是面包的师傅，你也可能是专门做西餐的，啊，甚至可能是专门某一种类的西餐，意大利菜的西餐啊，或者是法国菜啊，或者是地中海系的这些，那你也可能做中餐啊，中餐也有好多系统啊，什么福州就是福建菜或者什么那些，所以呢，我们告诉你 MATLAB 提供了哪一些工具，那你就针对那个需求来做。好，那控制系统里面还有一些名词，还有什么我们之后会用到，所以我们就快速的讲一下。那因为我的那个讲义来源来自不同地方，所以它有时候符号不是很统一，各位自己参考看就好。一般来讲，我们受控体这个东西英文叫做 plant， 那在这张图里面呢，它叫做 G， 这个就是你受控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补偿器，大部分人会叫它 C 或者是叫它 D， 哦 compensator 或者是我们的设计出来的控制器，所以 C、D 都是我的控制的东西。那这两个东西配上回收，就是我的整个完整控制系统。可是实际上的控制系统呢，如果你考虑到更细微一点的控制系统，其实你还会有一些东西需要考虑，有哪一些呢？第一个，你说你量输出啊，当然我们理想上如果跑模拟，量输出当然是量到多少是多少，可事实上你做得到吗？即使很稳很稳的，如果你的那个读取类比的那个讯号电路如果没有做好，它也会抖来抖去啊，所以事实上输出量的时候是会有杂讯的 noise。 然后呢，你说你做了一个系统，好，我们控制一台直流马达好了，这个直流马达我说它的那个 model 就是 JS 加 V 分之一，哦，这是它的 inertial， V 是它的那个类似 damping， 好，可是这个 J 跟 V 是多少，我如果拿来一台马达确定了，我就量一下，哎，这个 V 就量到了，可它永远不会变吗？好像在不同负载不同温度搞不好也会变的，就好像大家都以为 R、L、C 这三个值都不会变，事实上它是会变的，不同的频率不同的温度它的电阻值甚至都会长不一样。好，所以它会有一些非线性的东西在里面，还有一些 uncertainty。 最后呢，我产生了一个控制讯号，我就拿去送给我的控制系统，就受控的系统，难道它不会受到干扰吗？这个东西叫 disturbance。 那好的控制系统应该要能够拒绝这些影响，这个比较难处理，因为系统变了，你是针对一个人的喜好去设计，譬如说现在本来我们去应征一个工作，然后是要去煮菜的，然后呢，我的老板我知道是谁啊，所以我知道他喜欢吃什么菜，当然我就去做那个东西。可是假设老板会因为不同的时间心情，他会喜欢吃不同的东西，这个时候呢，你本来就应该要针对他不同的需求，设计不同的输出啊。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如果变，是应该考虑没错，但是通常导致的结果是控制系统必须要变。因为基本上很少有控制系统可以包住这些不同的，除非你是一个很厉害的控制系统，那个已经是到不止研究所等级，可能至少到博士班等级，像什么 robust control 或者是那个，那是一堆数学。好，所以这东西我们姑且不论，但是这两个东西就很实务，杂讯跟 disturbance 你必须要能够拒绝它们。那这个东西我们在实际上的那个，当然原理没办法教你，可是控制器是做得到这件事情的，用简单的控制器就做得到。那这个东西呢，我们就用实际上的范例告诉你如何去就是拒斥这些东西，就是拒绝这些人的影响。好，所以实物的系统呢，我们还要考虑 disturbance 跟 noise。那控制系统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式子，我们一定要看到，因为只要你知道这个式子，通常你就可以对控制系统的设计或者是它的那个输出啊，或者是影响有一些基本的认知。这个式子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知道，如果先考虑理想，也就是没有非线性、没有 noise、没有 disturbance， 这个时候呢，整个系统可以画成这样子。那我的一，你可以从这里开始。一的定义是什么？一是 error 嘛？那当然是以这个正负号来讲，就是 r 减 y， 所以 error 就是 r 减 y。好，啊，但是请问 y 是什么呢 ？y 我们看到它是一跳过这个，再跳过这个。所以它是一乘上 g 再乘上 d， 那一乘上 g 乘上 d， 我们把一是 r 减 y 带进来，那不是得到头尾是这样子吗？两边都有 y， 所以你把这个 y 移过来，就变成一加 g d y 会等于 g d r。好，这个是我们得到的结果，或者是讲义上这里写的结果。那么对某个东西特别有兴趣，那个东西叫做 y 除以 r。r 是一开始我给的命令 ，y 是我的输出。那控制系统我们刚刚讲过，最基本的需求就是你给什么，它就是要乖乖的追。所以其实我们有兴趣的就是这两个人的比例。哦，你不可以说我叫它输出5伏特，结果输出就是稳在3伏特，这样是做不到的。所以呢，我对 y 除以 r， 也就是 input 之后。有什么 output 我特别的感兴趣，那我们就把这个除过来，它的结果就是一加 gd 分之 gd。 好，这一个我们叫做闭回路转移函数。开回路跟闭回路各位一定要想清楚，开回路就是这个 g 乘以 d， 这是 open loop， 那 close loop 就是一加 gd 分之 gd。那因为有这样子的差异，会导致我的控制系统可以做设计，因为开回路的时候这个 G 我不能动，那我单纯靠这个 D 是没什么用的，但是一加 GD 分之 GD 会让我比较好设计一点。那这个就叫闭回路转移函数。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讲，如果我已经知道因为 G 是我的受控体不能动，所以我要设计的是这个，那其实我就是要把这个转移函数弄成我想要的形状。可是什么东西叫做弄成我想要的形状呢？我们在控制器里面有两种设计方式，一个叫 time domain 的设计，一个叫 frequency domain 的设计。那当然大家都知道，本来电机系就是这两招，要不你就是在时间那边看，要不就是在频率那边看。那这两个东西有一点点差别，在时间那边看看的就是它的暂态响应，就是全选。那如果在 frequency 那边看呢，看的就是它针对不同频率的讯号会有什么样子的表现。好，那我们各自来讲。time domain 比较容易理解，因为这是我们从小就知道的一个概念，就是我慢慢的骑脚踏车越骑越快，它的速度就越加越快。那时间往前走，我当然可以画出我的时速。所以这个东西基本上建置在人类的基本的那个概念里面，这叫 time domain 的 response。 那如果你要说我们做的两个控制系统，譬如说我针对同一台脚踏车，然后呢 A 同学我请他骑一圈，骑操场骑一圈， B 同学也骑一圈，那我们想比较谁骑得好，当然要有一个标准。那对控制系统来讲，就是我有一个命令，我当然希望你尽快的到这个命令，而且都不要有差异。所以最理想的图当然是就是这一条绿色。可是各位都知道这种事情是做不到的，因为你的 command 在这里，可是谁能够，就是哪一台车子可以号称它从零加速到100都不用花时间？你可能看到一些普通的跑车，然后到这里3秒加速到100。那我们可能买普通的那种国产的车子，可能10秒零加速到100，可是绝对没有0秒就零加速到100的，因为世界上没这种东西。你总要拖动你的车子，所以你一定会有一个响应的时间。那你也知道，为了要让我的那个零加速到100，我一定要踩油门踩很凶啊，所以呢，我有可能会过头。那即使我过头了，我赶快踩刹车把它弄回来，但是我有可能更踩过头啊，所以其实它应该会动。这些东西都有专有名词，我们一个一个来解释。对于这种所谓的 time domain response 呢，
我们会有五个比较常看到的名词，第一个是 rest time， 再来是 overshoot， 再来是 peak time， 还有 settling time 跟最后的 delay time。 那讲这些名词，图上都画在这里，但是实际上的定义我们用下一页。好， rest time 一般来讲就是你从很低跑到很高大概要花多久，就是这张图的从某个地方到某个地方。那这个可以任意定义哦，一般书上的定义大概是0到90或者是10到90，所以我们这边写的是10到90，但是你可以自己定义你的。那当然各位也知道，只要定了一个所谓的 performance index 指标，你就要能够评，你就要能评估谁好谁坏。那 rest time 不用讲，当然是越短越好。好，接下来下一个因素 peak time， peak time 的定义就很明确的，这个基本上没有争议。 rest time 因为不同的场合，就是你有可能是在化工，他们也要控温度，你可能是在机械，可能甚至在电机，我们的那个 rest time 讲的不一样。像马达控制的可能就是定0到90，类似这样。但是 peak time 是没有争议的，为什么？ peak time 就是到最高的时间，所以一样也是越快越好。再来 settling time， 因为这里有三个时间，所以我们那个凑在一起讲。settling time 又是什么呢？ settling time settling 代表的是稳定下来嘛，所以它指的是我的输出在 reference 的一个范围内的这个时间。这里过头，所以你不能说已经到了，因为你还有冲过头啊。这里也到一次，但是它还没有稳定，一直到这边，它之后永远都在这个 band 里面，就是在一个比如说 2% 的那个百分比里面，我才能说它是 settling。 那一样这个值是可以调的，但是这个定义很明确。那三个时间里面 settling time 是最重要的，因为你的系统冲很快会有什么用？如果过头很大又不稳下来，那你说我已经到了这个命令，对啊，没错，到了，除非你是在比赛车的那个加速性能，或者如果你是在比控制性能，稳下来才有用啊。所以三个值里面，三个其实有点点关联，但是 settling time 是最重要的。好，所以三个时间。接下来我们来看什么叫做，不对，还有第四个时间叫 delay time。 那 delay time 的话是那个额外的定义的，这个东西一般很少用到，就是你在我的响应到那个一半的这个时间，就是我这里然后冲到一半时间，这个东西跟 rest time 很像，所以这是 delay time， 那少用。最后呢，我们要看的一个因素是叫做 overshoot。 overshoot 就是这个有多高，那一般我们会把 overshoot 当成一个比例，假设这里是 1， 那我这里变成 1.2， 那就是 20%。一定要用比百分比来讲，因为假设你现在是加速到100，多了一公里，其实还好。但是如果你现在加速到一，多了一公里，那当然就不好了。你要一啊，已经变成二了，所以这个绝对值没有什么意义，百分比才是重要的。好，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对于我们的系统来讲，我们有兴趣的一就是一个时间。一的是 rest time 或者是 settling time， 二就是一个 overshoot， 那这两个叫做重要的规格。好，但是我们刚刚讲的是 time domain 哦，你在频率响应的时候呢，也需要考虑到一些东西，但是频率响应就比较模糊了。为什么？因为什么叫频率响应，我们必须这样定义。滤波器的时候我们说这边就是争议嘛，这里就是频率，所以其实频率响应就是告诉你不同的频率它的反应有多快。对于控制系统来讲这是什么意思？因为对于那个滤波器来讲很简单啊，就是这些频率我要过，这些频率我要尽量衰减，越远的地方我衰减的越多。可是控制系统为什么要做这种事？第一个。第二个，假设它的控制系统的行为长这样子，有没有哪一些东西是算是重要的，然后为什么它重要？好，
我们一定要知道 frequency domain 的解读，这个横轴是频率哦，所以其实它代表了我的命令在抖动的时候，就是我给了一个小信号的这个频率的命令，我的系统会有什么样子的反应。以这张图来看，我的越高频当然系统就越不理它，那低频的信号其实我是会过去的。所以在这张图里面呢，我们有两个东西要特别注意。第一个是这个东西跟这个东西，就是从频到转折下来的转折点的位置，那个一般我们叫频宽。频宽很常被工程师那个滥用，就是反正他如果觉得你的速度不够快，那就是你频宽太低。但事实上你必须要知道，我们讲的这个频宽讲的是整个系统的响应的速度。好，那是这一个转折点。那因为我的横轴是频率，所以我才能说频宽代表了我系统能够有反应。跟这边你可以看到，因为我的系统塞信号进去的时候呢，它来不及做动作，它衰减了嘛。所以这边你可以说频宽的意思就是，假设我的频宽是 1kHz， 代表我如果输入，因为我有可能，好，譬如说像一个那个，假设各位去当兵，然后班长叫你跑前面，跑到前面那棵树，然后再跑回来，好，那他可能一天叫你跑一次，你一定 OK， 就是前面那棵树可能离我们100公尺，然后再跑回来，好，他可能叫你1小时跑一次，你也 OK， 好，但是如果他叫你譬如说10秒钟跑一次，那肯定是做不到的。这就是用我们自己的能耐，就是做不到这么高频的东西。系统也是一样，控制器也是一样。所以呢，这个东西代表我能反应的最快的时间。那如果你要求更快，很抱歉，我做到的效果就没那么好。哦，所以这是频宽的那个解释。那另外一个是，其他都是额外的哦，就是像这个，因为我在做转移函数的时候，有可能它会有一个凸起来，那个东西叫 overshoot， 那个地方就叫 peak， 不过影响不大。然后呢，这个转折下来的东西我们叫 calibrate， 就是转折的那个斜率。那这个东西会影响到变高频的时候，我会多快的没有反应。那没反应当然是不好的，可是你设计控制器就是会这样折下来。但是没反应也不见得一定不好，因为我们之后会讲到，假设你做了一个 bug， 那我们说一定要给责任周期嘛。这个责任周期是需要给一个切换频率的。如果你切换 20K， 那这时候我们问你的问题很简单。假设我的输出是5伏特，当然我一定做得到。那如果我是一个以5伏特为中心，然后会上下1伏特的散播，你追得到吗？这个答案是 OK， 但是也不 OK。如果你这个散播的频率是10赫兹，我可以跟你保证追得到，因为我的切换频率是 20K， 所以呢，我可以在这边的时候切的少一点，这边的时候 duty 开大一点，少一点，这边最少，这边这样，所以我有 20K 赫兹的频率，就代表我每 20K 分之一秒就可以变动一次命令，可是你的变动只有10赫兹，我当然 OK。 好，那我问题再深一点，如果我的要你追的频率是 1K 呢，你做得到吗？这时候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是做得到，但是有一点困难，因为你变成你要用20个命令就要追一整个旋波变化出来，所以你会追得到，但是有点那个锯齿锯齿这样走。好，那我反过头来再讲，如果我给你的命令是 20K 的散波，你的切换频率也是 20K， 你做得到吗？当然做不到。你每次看到命令，明明这里到这里就是 20K， 我中间变了这么多东西，可是我在这里假设我给了一个责任周期，我到这里才能给一个新的，那你怎么把这些东西都产生出来？这事情是绝对不可能做不到的。好，所以如果我们有一个控制的速度，就是我的控制量有一个给的速度，那么我的频宽就不可能高于它。一般来讲，我们会建议你
20倍到100倍的，就是比例下来，以刚刚的例子来讲，大概我最能勉强能够实现的就是 1K， 那最好就是200赫兹以下的波形，我才能够去做到。好，那这个东西就是跟这个转折点有关，还有跟这个斜率有关。那除了我们刚刚讲的那几个，就是定义 MP 就是最高的放大倍率， Omega B 就是掉到根号二分之一，就是 0.707 的那个点，啊 cutoff rate 就是这个斜率。除了这些东西之外呢，我们没有吗？哦，我们的频率响应的图还有两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除了这个转折点跟这些，因为这些是表面上看到的因素，那实际上呢，我们还有两个重要的因素，我们把波的图的用途讲完，各位就知道，就是可以再介绍这两个。我们知道所谓的波德图呢，它画的是一个转移函数 AS 平方加 VS 加 C 分之这样的一个那个图，那这样分母等于零的那些点我们就叫做极点。那极点是特别重要的，为什么呢？如果各位还记得拉普拉斯转换，我这个东西假设有两个极点叫做 P1 跟 P2， 那事实上我是可以把底下因式分解成接错了，是减 S 减 P1 跟 S 减 P2 的。那各位当然知道，一旦底下变成 S 减 P1 跟 S 减 P2， 你就可以做部分分式。啊，部分分式接下来也是做它的反拉式转换，所以就是 P1T 跟 Exponential P2T。哦，就是底下你有几个极点，你的反拉式转换部分分式就是那几个极点的拆开。那你的反拉式转换就是指数，但是我的那个T 乘上来的那个数就是我的极点。好，那各位也知道另外一件事情 ，exponential lambda t， lambda 如果是负的就会衰减到零，很好 ；lambda 如果是正的，很抱歉就会爆掉无穷大，不好。所以我也知道那些极点，如果是正的就不太好，如果是负的非常好。好，所以极点呢，任何一个东西就是那个系统转移函数的分母，如果有极点或者是有根，那这时候你就要判断它们在哪里。如果在右半平面 right half plane 的 pole， 就是右半平面的极点，我们就说它是不稳定的，因为我们刚刚看到换成看表面的时候呢，它会爆到无穷大。那反之 left half plane 就是 stable。所以呢，极点的正负会决定我系统稳不稳定。好，那但是如果极点没有正负，它的值是零呢？也就是说，这个极点是单纯的 j omega， 本来应该是 raw 加 j omega， 现在是 j omega。那各位都知道 exponential j omega 就是 sin 加 r。cosine 加 i sin， 所以它是一个震荡。所以如果单纯那个纯虚部的话呢的极点，它就是 marginally stable， 不会爆到无穷大，但是也稳不下来，所以它叫做边际的稳定。那换句话来说，如果你只想知道系统稳不稳定，其实你拿到一个转移函数你就知道了。那如果你有修控制系统，控制系统里面会教你一大堆招式，什么 rule of curse 或者是 Nyquist， 但是我必须告诉各位，那些都是因为之前呢，我们的数学工具电脑不够强，所以我的极点解不出来。极点解不出来，我还是要知道系统稳不稳定啊，所以我就会推导一堆数学规则，告诉你怎么样子条件就会稳定，什么那个沿着原点绕一圈就会稳定，绕奇数圈就稳定，偶数圈就不稳定。这些都是因为我看不到 pole 的实际值，所以我拿一些侧面的线索来告诉我。可是现在电脑太厉害了，你拿到一个那个转移函数，你拿到一个转移函数，不管底下是几间，因为以前的那个人
包括牛顿啊、莱布尼兹那些超厉害的人，他们大概能解出有根的解，大概就是四阶、五阶，四五阶以上应该是没有那个所谓的闭式解，就是 closed form 的那个 solution， 所以他们解不出来，只好创一些东西。可是现在不要说五阶啦，就算这里是五十阶 ，Mathlab 也是一秒钟帮你解出来了。所以呢，你就把五十个根拿来检查，都在左半边就是成功，啊，有人跑去右半边就失败。所以我觉得那些东西，当然控制系统还是会教你，你还是可以学。可是呢，他们的重要性会比较低，因为以稳定性来讲 ，stability， 控制系统的稳定度来讲，这个就是最直觉的那个表现型，其他都是它的经过一次面纱或者是两次面纱的表现型。那、啊、你不看真实的，你看那些侧面的东西要做什么？哦，所以看这个东西就好哦。所以你只要知道几点在左半面会怎么样，右半面会怎么样，然后你把几点捞出来就结束了。那任何的转移函数都可以，因为它是频率响应嘛，你只要把它画成这样子，就是增益啊频率，那个东西就叫波德图。那只是说任何的波德图里面呢，你还可以看到两个就是更重要的因素。那这两个重要的控制因素，你必须把波德图完整画出来才有。我们知道刚刚的那张图是所谓的波德图里面的 gain， 就是增益图。我的纵轴是放大倍率，横轴是频率，或者是 omega。但是其实波德图里面还有一个图叫做 phase 图，就是向角图，底下一样是频率，而且上下是一样的。啊，这边是它的两个人相差的角度，也就是说那个 y 跟 r 相差的角度。好。那这两张图如果凑起来一起看，为什么重要呢？我们先来看一件事情。原来的这种那个控制系统，我们叫做负回收控制系统 （negative 的 feedback）。负回收的控制系统的原理是这个样子的：我这两个的相减才能够知道误差嘛。然后呢，我就根据误差来决定我的输出，所以误差越多，代表我的这个 y 越不够啊。error 越大，代表 r 比 y 大嘛，所以 error 越大，代表 y 不够的越多。这个时候呢，我产生了一个误差，然后正比过来去控制它，那我就会把 y 抬升了。所以这种事情是好的，这个叫做负回收。如果很不幸，我把不小心在设计的时候把这里设计成正回收，那会怎么样呢？我的输出一旦太多，会跟 r 加起来，不是更大？更大我的 error 就会更大，更大我的 error， 更大我的 y 就会更大。所以正回收是一个一直累积的系统，那意思就是它会跑到无穷大，不稳定，任何的正回收都不稳定。好。如果我们知道正回收不稳定，负回收稳定，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回头来看这个所谓的波德图的完整图 ，gain 跟 phase 的图。我们知道所谓的负回收就是180度。如果你再差180度，变360度，就是已经不，就是又变回正回收了嘛。所以呢，你可以看两个东西。好，第一个，我们知道这张图代表增益图。增益图的意思就是说，我会依着是增益是零，就是保持原来的大小；增益是负的，就代表我会让它缩小。我会让它缩小一个好处，它就不会一直爆上去，就是不会一直累积上去。那这张图也有一个那个特色，就是在180这一点，我们说过180就反向，所以如果你顶到负180，就代表我的系统没有反向。这个时候，它的负回收会变正回收，这件事情是不好的，所以呢，这两点我们特别需要处理好。那我系统要稳定，要不就是我的系统一直保持输出，可是我是负回收；一个就是我虽然没有变，就是变成负回收的，可是我如果我自己本身有缩减自己命令的机制，那也可以。所以其实各位可以看。
我们会有两个东西特别需要注意，一个是电等于零的那一个转折点，一个是 phase 等于180的这个转折点。好，phase 等于180，这个时候如果我的电还是一，那就不得了了，因为我没有衰减，而且还是正回收，那我们刚刚讲过一定会爆掉。所以呢，如果我有衰减，那还好，因为你的讯号虽然它已经变成正回收，可是我每次过来都会被冲，就是衰减掉一些倍。所以这个东西角度是180的时候，我离零的那个 gain 还有多远，我们就叫它 gain margin。这个就是这个是一个评估稳定度的标准，但是它是次要的，也就是说可以看，可是它比较少人在看，因为一般来讲，这个角度就是我的那个反向角度嘛，哦，它离的增益多远，就代表我还有多少的增益裕度可以保留，就是不会让你变成负回收。好，真正我们有兴趣的是这一点，n 等于零的这一点，离角度还有多远？好，请问离角度是离什么呢？当然是离负180那个角度。如果我现在是在负90度，那你离180就是有90度嘛？那意思是什么？就是代表在增益等于一的这一点，因为这点是增益等于零的那个转折点，g 等于零就代表整个放大倍率是一哦，因为我们的 g 是 log 走的是 dB，所以那个放大倍率不放大也不缩小的时候，代表那个 g 是零，它这边都是缩小的，缩小的系统通常比较保险。好，如果你不缩小，你就必须要保证不进负回收。那以这张图来讲，当然没有负回收，可是你必须要知道，我们系统里可能会有一些杂讯啊，或者是什么影响，导致你的回收改变。所以这个叫做 phase margin 的东西，就是所谓的相位角边界的东西呢，是买一个保险。我们当然希望说什么事情都没有，可是我们希望如果一旦发生了一些扰动或怎么样，那至少我离变成不稳定还有多远？好，那大部分在卖那个系统啊，或者是在做那个什么电源的时候呢，人家开的规格，第一个就会开这个 phase margin。一般对电源来讲，phase margin 45度到60度是标准的需求，也就是说，我不但要你保证它稳定，我还要你保证即使差了45度，它也还会稳定。好，所以 phase margin 是以度当单位，gain margin 是以 dB 值当单位。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个那个控制系统。好，我们刚刚已经讲过 time domain 跟 frequency domain 的图的观察，就是怎么样子去看它。那我们知道 time domain 的话呢，你就是把像上次的那个滤波器，你就是把一个东西做成系统，然后就把信号送进去，它就会有一个time domain 的响应。可是控制系统，我们现在就不只有那个 D 啊，我还有后面那个 G。所以呢，我会希望我的控制系统闭回路起来的时候，或者是说我拿来控制的时候呢，能不能先针对它有一个初步的了解？那我们知道这个系统有各种各样哦，你可能是一阶系统、两阶、五阶、100阶，因为随着你系统的复杂度不一样，可是呢，对于数学来讲，我们最容易理解的是二阶系统。你如果有去修电路学，或者是有去修控制系统，大概举的例也是二阶系统，因为二阶系统里面才能解释那两个最关键的那个因素哦，一个叫做 omega，这是系统的频率，一个是叫做这个 eta，这个 eta 是系统的 damping，就是阻尼。好，所以一样的，我们针对二阶系统稍微来那个描述一下。好，时间，大概下课时间了，所以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从这个二阶系统开始。那个网络上，我再请助教公告一下这几个程式啊，就是你们可以参考看看，包括什么频率响应啊，或者是这个 note，那我们等一下再讲看看它要怎么用。对。
下礼拜要正式上课。啊，是上下。下下跟下下，这是每个礼拜，这是上上上机控制系统的这些事。哦，好，希望感觉还有教。好。那档的是他这边，啊这边了，是。